前面那辆车和我的车是同一款啊，但是它有装这个护板，它应该是中配装护板了。但是护板装个没装，装不装无所谓，这东西你找块布啊，找个纸壳子垫一垫就行啊，这就没必要的，没有必要花这个钱的。哦，我现在把那个窗户打开了。哎呀，为什么开这个地方开这么慢呢？三十迈，有一个老太太，又是个老太太，只有老太太才能会开这么慢。老太太，你就别坐车了啊，你打车吧你。哎，确实，你那个老年人的反应呢，不是说歧视老年人，那反应速度太慢了。有可能你不会造成什么事故，但是别人会因为你的速度而造成事故，这就麻烦了，是不是啊？干脆你就不要去碰车，碰这种东西，啊，老老实实打个车，你付点钱，对不对？让别人还有个收入，你自己开车，哎呦，这到时候撞了这个那个，可麻烦了。刚接了一个蛋糕的单子啊，实在没单子了。哎呦，这年月怎么这么难做呀？10块钱，这个单子才十，给司机10块钱，啊，来回连取带送，啊，来回，然后我再回来的路回来的话，大概有14迈10块钱，这单子我平常我都不接，啊，没法接这个单子，亏钱的嘛。平均摊下来，是吧？一卖几毛？一卖能摊个几毛？啊？8毛、9毛的？哎，这都没意义了。4个鸡蛋糕嘛，这边鸡蛋糕叫什么 ？Cupcake， 对，鸡蛋糕，放点什么奶油啊、巧克力粉呐、啊、什么这个糖啊、什么糖粉呐、啊、之类的在上面，啊，口味嘛，做不同的口味嘛。啊，小孩也爱吃啊，大人也爱吃。哎，就我觉得最香的就是鸡蛋糕，啊，就是中国那种素鸡蛋糕，就是用鸡蛋打出来那种鸡蛋糕，特别好吃。就是吃完了就是那个 C， 就是非常的那种叫什么？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需要喝水呀，要不然的话就一块鸡蛋糕下不去那种感觉，这是最爽的那种感觉啊。像平常的那种蛋糕啊，生日蛋糕这东西不好吃的那玩意儿。刚开始来的时候还讲究一下啊，这个那个蛋糕什么东西，现在直接就吧唧到最底下了，嘿，哪有什么，什么什么蛋糕啊，这个那个的，就是没讲究了，就是有啥吃啥，啊，就是不睡大街就行，啊，还有这讲究那讲究，掉阶级了吗？你还用你固有的阶级去想问题，你就会觉得很累，啊！我要变成什么什么样，什么什么样，啊！当然了，你说你要成为某一人，这也可以，就是这东西也两说，你可以激励自己，啊，你也可以把它变成那个，变成一种，怎么说呢？把它变成一种。能屈能伸吧，能屈能伸吧，能屈能伸。行了，我不说这些有的没的了。我朋友都开始说我了，说我那个讲些这个有的没的也听不懂，也没人听。那今天我们讲点娱乐的话题吧。咱们前段时间不是看那个《鹿鼎记》嘛，我看了一集，哎呀，啊，看第二集的时候我就给忘了，不知道剧情是什么，啊，然后我就没看了。啊，但是网上我看的有些资本进入了，就炒得非常厉害，是吧？直接好像说是炒翻盘了还怎么的？啊，这个我就不太懂了。然后我
觉得吧，但是我最近又找了一个剧还不错，叫什么奇魂。奇魂是日本的一个漫画啊，也有动画，然后中国给改编成真人的这种真人的网剧版了啊，在爱奇艺啊，这个无所谓打广告不打广告啊，爱奇艺。但是我在网上只能找到前面七集，我一晚上直接就看完了。你说是好东西坏东西啊，你很明显你就能对比出来，是不是啊？鹿鼎记说是猴鼎记对吧？猴鼎记看一集看两集啥也记不住了，两天看两集啥也记不住。你说奇魂，哎，我一看哇，就不想丢开了啊，一晚上看得挺晚，看得挺晚，然后七集都看完了，第八集找不着，不知道怎么看，是不是要充会员啊？啊，听说有30多集出来了，反正我不着急，慢慢等。啊，像我们这种，没有那种强烈的要求，但是我还是强烈推荐吧。啊，这剧确实好剧啊，好剧。奇魂讲的就是一个小孩子，是吧？得到一个麒麟，一个神灵吧，一个鬼吧，说鬼不好听，就是一个灵魂体，他的指点，然后进入这个围棋的世界。其实这个是漫画啊。其实当年呢，漫画也分很多卦。比如说你喜欢篮球挂的，喜欢这个足球挂的，喜欢这种四驱车挂的啊，各有爱好，是吧？有分别有什么灌篮高手啊，足球小将啊，啊四驱车兄弟什么玩意儿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奇魂，当时我也看了，但是我当时呢，并不是太喜欢吧。我比较喜欢灌篮高手，足球也喜欢一点，后来也不怎么喜欢了。然后变形金刚系列，对，龙珠系列那个时候看的是漫画，我当时就是特别喜欢这个，特别喜欢这个，灌篮高手。所以当时这个奇魂呢是看过，但印象不深，大概故事能了解。然后我这次一看这种真人版呢，哇，大差不差，还真不错，是吧？一下子就勾起了我挺多的这个记忆。哦，是这样，是那样的，虽然名字什么东西都中国化了啊，包括有些剧情，但是大差不差，还真是不错，但是比如说他名字啊，什么设定啊，故事背景啊，都不错，稍微有一点的无所谓。你看看，好东西，一看上手一看就是好东西，你不咋地的东西，你用钱砸出来多牛逼，也不咋地，起码在我这儿我是不会买单的，然后我们这儿装会员也没装。所以我也，因为我一看一部剧也，会员呢，其实这个东西吧，主要是国内那帮模式，我就感觉挺恶心的。因为我，剧好剧，但是他放这个平台我就不太喜欢，所以是因为平台我才不去充的，而不是因为剧，反正好东西肯定迟早要出来分享了，有这个意愿的，有能力的，你去冲一冲也行，看一看，无所谓。但是如果是没这个意愿的，那就不要去冲，你就等着吧，等着待会儿，是吧？就有这种义士，江湖侠士，他就会把这种电视剧给转录上传上来，直接看就行了。哎，没办法，我们底层的
不能有那么多标准，一会儿又是这个道德约束，又是那道德约束，就一个破老百姓，我靠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想怎么着啊？真是。今天我为什么要放这儿呢？哟，这会儿。